再嚟咯，嚟一次，保護住，係啦，等佢望住隊友 ，OK， 跟住入去，我哋第二個動作，再嚟，係啦。
就唔係一個好容易吹犯規嘅地方。佢好容易好多犯規喺呢度產生，但係唔係好易吹。而且就算咧，你去到NBA 都好啊，叻嘅，例如哈登一場波可能十七八球罰九個犯規，但係你記住喎，佢同樣咧有十八球foul，有十八個 free throw 嘅話咧，佢通常都七至八個都好犯，其他咪就衝入去冇犯規嗰啲咁樣犯。你必須要知道 turnover 同犯規咧，你如果佢唔吹你就 turnover 啦。所以第一樣嘢唔好成日諗搏 foul 先，我哋要諗進攻去攞分，等人哋打嚟咁好咪就犯規。攞住個波保護好，唔好俾人撳到隻手，係啦，你唔使打落去嘅，但係記住，唔好俾人撳到隻手，可唔可以？好啦，然後睇住隊友，係睇住防守點樣 mark 你，好冇？如果佢咁樣嘅話，我哋首先要破壞呢一個食住你嘅腳，佢而家咁樣係食住咗你嘅腳，你點破壞佢啊？衝撞埋去 ，charge， 唔好成日同人打力量，唔好成日同人撞。我哋打籃球盡量咩啊？喺人哋嘅空間，喺人哋嘅窿去進攻。OK， 好啦，我攞住個波之後，我點樣可以破壞呢個防守呢？睇住啦，啊，縮翻嚟，嗱，破壞咗噶啦，睇多次咯喎，擺喺度，啊，縮翻嚟，單腳嘅飛球，再睇多次，啊，縮翻嚟，啊，縮翻嚟。係咪？跟住記住嗱，我哋單腳嘅 fairway 第一樣嘢就係拍波，記住上次講嘅吸起個波 ，pop dribble 或者叫 pop dribble， 然後過去第一步你就向中間，向佢外邊守唔到嘅地方，多一次單腳 fairway， 再睇一次個步伐 ，pop 一次單腳 fairway。今日單腳嘅飛入位，咁啊希望你哋試下做唔做到啦。
跟住向上升，向中間，跟住人哋個窿開，行開，其實有少少 step back 嘅 ，OK，step back，OK，好，今日。